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来通过微博墙来看一下今天观众的奥运留言。那今天的参与话题是后姚明时代的中国男篮还能出现吗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叫做宁乡小花猪的观众他就说啊，这个男篮三连败，而且全是惨败，那接下来两场还要面对这个俄罗斯啊和巴西啊，看来真的是要期待他们更加的给力了啊。在此我们希望男篮能够继续加油。好，再来看到的是这个猪是念过来过道，他就说啊，希望中国男篮能在那个智联组合下带领杀进八强。嗯，不错，但是我们大家都是希望能看到他们杀进八强。再来看到这个烧仙草的网友，他就说啊，他呢是看到这个61-81来负于澳大利亚，中国男篮是遭遇了三连败的时候呢，可能大家都会有一点灰心丧气啊。但是他最后说了一句，哥们儿别说了，赶紧脱下西服上场吧。他还是期待姚明能够上场的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刚刚已经呢有网友是发表了自己的观点。好了，在今天呢，已经在这个中奖观众啊，在屏幕下方我们已经是显现了。那明天我们的微奥运将会继续为您带来。